2020年初，中国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牵动着世界人民的心。一方有难，八方支援，国际社会的不少国家和地区都向中国表达了善意和支持。邻国日本是疫情发生后第一时间表示将全力支援中国的国家，日本各地方政府也纷纷送出医用物资帮助中国。不仅日本政府有所作为，日本民间也很快行动了起来。在东京、大阪等地的商店，中国短缺的口罩等防护物品被放在了最显眼的位置，还纷纷打上武汉加油、中国加油的指示牌，有的还贴出价格下调字眼。东京晴空塔专门点亮了红色和蓝色，为中国武汉抗击疫情祈愿和加油。在日本各界捐往武汉的各种防护物资中，来自日本汉语水平考试事务局的纸箱吸引了中国人的目光，上面写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八个字。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出自鉴真东渡的故事，是中日交流的一段佳话。许多中国网友为此而泪目，称从中感受到了同脉的文化力量，接受到中日世代友好的信息。还有网友表示，灾难无情人有情，这样的日本确实值得我们大声说一句谢谢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有一个细节连 CNN 的记者都看不惯。据了解，当日本和韩国来华撤侨时，他们派来的飞机上都装满了口罩、防护服，都是急需的医用物资，但美国却什么都没做。对于日本各界给武汉加油打气的暖心之举，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4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，中方铭记在心。说实话，我也看到了有关的报道，非常的感动。这次疫情发生以来，无论是日本的政府还是社会各界，都给予了我们很多的同情、理解和支持。我想很多中国网民都和我一样，注意到了日本人民的这些温暖人心的举动。在当前抗击疫情的艰难的时刻，我们对其他国家人民给予我们的同情、理解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，铭记在心。病毒无情，人有情，一时的，友情是长久的。我们将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，全力争取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，争取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，与各国人民继续开展友好交流。